彭搭配之植物大战僵尸，能全部答对的都是僵尸铁粉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猜猜不同搭配组合的僵尸，看看作为僵尸的忠实粉丝，你们能猜出几个？嗨嗨，上一期是我太久没玩，这段时间我又去重新游玩了一遍，植物认不全，僵尸这么简单，我一定都能猜出来。行行行，上次没让你装成，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。首先是僵尸搭配一个类似路障的玩意儿，这个组合应该没有小伙伴是不知道的吧？嗨，这个不就是经典局里一定会有的铁桶僵尸？有头上那个铁桶，要干掉它可真不容易。小弟，你是来捣乱的吗？路障和铁桶有啥关系？这是路障僵尸。你就说水桶放路上算不算路障吧？墨玉，不和你杠，这里的答案是路障僵尸，强壮度在中等。据说路障僵尸喜欢在路上瞎逛，拿起路障放在脑袋上的原因是他喜欢参加聚会。看来僵尸也有自己的娱乐圈呢。第二个是僵尸加上一张报纸，这个组合会是什么呢？这个我知道，这是新手玩家前期最头疼的一个僵尸毒报僵尸，拿着报纸斯斯文文，不紧不慢。可要是你的植物将他的报纸打烂，他就会红着眼睛加速向植物冲来。Oh, no. 没错，据说毒报僵尸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完成他的数独谜题，难怪他会发飙呢。僵尸界还有认真钻研学习的教授，不过脾气差可不是一件好事哦。如果你们在黑夜模式里遇见他，或许放一个迷惑蘑菇会是不错的选择。下一个加上一个小黄鸭会是什么呢？不过僵尸加小黄鸭是不是有些违和了呀？一点都不违和，这是池塘模式里的鸭子僵尸，可以在水中游动，我都怀疑僵尸们都不是僵尸了。人类社会在进步，僵尸们当然也不能落后了，不然僵尸博士哪有这么厉害的高科技？僵尸骑着机器人不稀奇，这个太稀奇，一个僵尸加上制冰车，难道是卖雪糕的僵尸？这个才不是卖雪糕的，这个是冰车僵尸，它的威力和强度都非常高，可以压碎我们的植物并铺上滑冰道，让许多玩家都非常困扰。据说人们常常把它误认为是开着小车的僵尸，事实上比起僵尸它更接近于太空兽人。我的妈呀，这么恐怖，那干脆植物大战僵尸改名成植物大战太空人得了，看来咱们在游戏里的任务也是任重而道远呀。好啦，再接着下一个组合，这次是僵尸加上海豚，这听起来可不简单，究竟是海豚模样的僵尸还是僵尸骑着海豚呢？当然是僵尸骑着海豚啦、啊、僵尸的模样可以冷门但不能邪门哈。海豚僵尸会骑着海豚来突破池塘的防线，它会跳过手哥碰到的植物，在水中的威胁也不小。好好好，看来僵尸不仅模样千变万化，连技能招式都是怪招百出，玩植物大战僵尸可真好脑子，不如直接给他们吃了都好。最后一张是僵尸加雪人，这个会是什么搭配呢？奇怪，僵尸还能加雪人、这是啥？我怎么没在游戏里见过？小伙伴你们知道吗？可算问到你的知识盲区了，三秒后我们公布答案吧。三二一，这是雪人僵尸，据说是一种少见而神秘的生物，此类僵尸很少现身，而且往往会在片刻之后立即跑掉，只在晚上出现，表弟你没见过也正常。没想到植物大战僵尸里还有这个彩蛋，不行，我得去见一见这个雪人僵尸的真面目才行。